星火飞腾，夜里多温暖，我真找到一生靠倚。星火飞腾，望向天空说，用我一生。欢迎收看《星火飞腾》。还记得我读书的时候，如果要说我最怕上的堂可能就是美术科了，因为每次老师叫我们画画，无论是画风景或者人像，我画极都画得不像，可能我真的没什么艺术天分。我想碧心，你就不用那么早落结论。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成50岁才拿起支笔学国画，不过在短短不够10年间，每位看过他作品的人都赞不绝口。更加出奇的就是他實現了很多畫家夢寐以求的心願，就是去外國開畫展，還有人買他的作品來珍藏。他真的想都沒想過有這樣的一日。以筆畫呢，就是真的你畫，譬如你畫棵蘭花，你就是很隨意地去畫它形態出來的，真的很自然的。工筆畫咧就係、是你要注意嗰個勾線要好仔細，應幼就幼，應粗就粗。二筆畫咧，你咧畫嘅時候咧，你就係真係要一氣呵成咁樣去做。咁變咗咧，即係你一停啦，咁你可能最早嘅時候咧，可能啲色都已經大家唔夾得到。我就比較中意工筆畫多少少。因為我的腰骨不可以坐得那麼久，如果我畫到那裡我都覺得不是很舒服的，那我可以只是做完那層，我就可以再睡一陣子，休息一陣子。國畫在題材上可以分為山水、人物和花鳥，而在技法上就分為工筆和意筆。梁興專長工筆，不过回想起他6岁跟妈妈由东莞来港定居的时候，他连字都不识多个。那阵考入学试很简单，由1就写到10，跟着就写你的名字。但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写，点呢？妈妈唯有带着我聚回乡下，然后哥哥就教识我写个名字。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就聚回去深培小学那里找个老师，他就真的给我读书了。逢星期日咧，我哋就要翻主日學。嗰陣咧就睇到一啲嘅書仔啦，咁就寫國父孫中山先生都係基督徒，即係佢都信耶穌。咁我當時我個腦就喺度諗，哇！孫中山佢讀咁多書，應該佢個學識好高啦。咁佢都去選擇信呢個耶穌，咁即係起碼佢唔會選擇錯啦。咁我跟住去選擇去信呢個耶穌，即係我都唔會選擇錯啦。咁即係我就係咁樣去信。梁兴好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不过由于自细体弱多病，令他要成日请假，成绩一直强差人意。小学毕业之后，唯有提早踏出社会。咁咧，我就去咗啲工厂度做嘢啦。咁啊，初期就真系从一个学师咁样，我哋叫做跟车位啦。所谓跟车位就系人哋嗰啲大姐姐喺度车嘢，我哋就喺度执衫，帮佢剪线。我好記得爸爸成日講一句説話咧，就話即係做人咧，千祈唔好怕蝕底。自己喺嗰個做學徒嗰個階段咧，即係自己朝頭早咧會早啲翻去啦，咁幫個即係我跟嗰個車位嗰個姐姐咧，抹好曬架車啦，同佢斟埋茶啦，咁樣即係整好曬咁，即係變咗人哋就會覺得啊，呢個小妹妹都幾乖喎，咁啊就會即係對你有好感啊，咁樣就即係願意去教你。咁我就係因為咁樣人哋教我，咁我就開始學車嘢。咁啊後期即係從一個局部嘅部分嘅車衣工人，咁就進到入去喺板房裏邊去做車衣工作，一做22年。梁兴早已经习惯这种平凡安稳的生活，不过去到90年，他的人生出现突破。有一朝我灵修啦，咁喺灵修嘅过程，喺祈祷嘅过程咧，突然间咧，我听到好清晰听到把声咧，就话我要呼召你做我仆人咁啊。咁我第一个印象就即系好愕然，
我得嗰個小學程度，我根本冇可能有神學院回收。已經成40歲人啦，我話我個記憶力都好差啦，咁我點樣讀呢？咁嗰朝牧師咧，佢去靈修裏邊咧，神亦都俾咗個 calling 佢咧，就話你要訓練自己嘅會友成為童工。咁我覺得好奇妙啊呢樣嘢。咁於是咧就喺9個月之後，我哋個區會咧成立咗一個叫做在職童工訓練，就係咧自己嘅會友去讀呢個神學課程。我咧就係、是。去上堂那段期間，即是話由朝到晚在區會上堂啦。咁若果唔使上堂咧，嗰段時間咧，我就翻到教會咧，就跟住牧師去做嘢，即係好似等於昔日咧，耶穌帶住門徒咁樣一個嘅門徒式咁樣嘅訓練。邊讀邊學3年之後，梁興神學畢業，隨即成為教會嘅傳道人，專責關顧長者，同佢哋講聖經故事啦，帶佢哋出去做探訪啦嚇，咁有時去搞一啲活動啦，亦都鼓勵啲長者咧要去做傳福音工作。你去向人去講見證，啊講你啊呢個禮拜點去經歷神，或者你點樣信耶穌，咁啊即係就係咁簡單。咁我相信即係其實啲長者又好開心咯嚇，每次翻到嚟都會話啊，我又同邊個講咗我信耶穌啊。我係一個人冇咩耐性嘅。對住一啲嘅長者嘅時候咧，初咧就真係話俾自己聽，嗱你係傳道人嚟噶，你唔好發脾氣啊咁樣。咁但係去到漸漸，即係自己真係係用個心嚟到去接納，去明白。哦，有陣時啲長者係冇記性嘅，你係要講多好多次。長者有時同我去分享咧，即係都會講下啊，佢哋後生點樣飲食，咁以至到咧，即係喺我嘅裏邊，我覺得就好似即係一本嘅天書咁，即係好多嘢喺度學到。相處多年，梁興已經將一班長者當成自己最好嘅朋友，但係到咗2000年，佢發現自己患上怪病。我突然間個身體咧嘅腰部咧就即係出現咗唔知咩事，咁咧總言之就好痛，痛到點樣咧？我坐啦、行啦、企啦、瞓啦，即係我每一個動作咧，我都唔可以超過5分鐘。放咗工，我買餸翻屋企，咁樣翻到屋企咧，我已經第一時間就即刻擺低曬啲嘢，我就已經瞓喺張牀度啦，起碼要瞓45分鐘，我先起身去。去洗菜，後期我已經放工，我不會去買餸啦。咁點咧？買個麵包，攤喺張牀度嚼住個麵包係咁樣，令到我係好辛苦。做咗磁力共振啦，做埋椎間盤檢查啦，等醫生都唔敢肯定邊一度出事，都會心裏邊即係問神，我係信你嘅喎。點解我會身體會咁咧？即係自己會覺得好唔開心。向神發完脾氣，你都要翻神嘅面前去祈禱，即係話俾神聽，我真係好辛苦嚇，即係話俾神聽，你幫我啦。醫生都無法解釋嘅怪病，令梁興要經常出入醫院。2001年，佢无奈放弃8年嘅传道工作，留喺屋企休养。我咁样嘅身体状况，即系我点样去过埋我下半生咧？即系我冇可能每一日就坐喺屋企咁望住四面墙。即系如果我咁样落去嘅时候，我担心我会精神崩溃。不如搵啲嘢学啦，开始学画岭南嘅二笔画。初畫一定是畫啲梅花噶啦，一支樹幹咁，然後幾朵花。但是畫二筆畫咧，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嘅，即係因為你一畫就要畫個形出嚟咯。去到後期咧，即係時間越嚟越長啦，咁我就開始轉學呢個工筆畫。畫畫嚟講咧，我又覺得工筆畫咧就容易咗少少啦，因為咧你就要去勾咗個外形出嚟。然後你先至逐層咁嚟到去上色。咁我有啲同學知道咗我腰骨有事嘅時候咧，啲同學就好好咯。
坐到咁上下，就算你唔起身，咁佢啲同學都會話：喂，你好起下身咯喎，唔係陣間你唔掂噶咯喎。上完堂咧，我翻到屋企好勤力嘅，因為冇嘢做啊嘛。咁身體可以容讓我坐得幾耐，咁我就喺度畫畫畫，啊咧痛啦，咁我又瞓牀。開始有啲進步啦嚇，咁原本真係每個動作真係五分鐘要喐一喐咁啊，即係去到咧我可以停留到15分鐘。腰痛雖然逐漸舒緩，但始終找不到病因，無止境的身心折磨，梁兄終於要向心理醫生求助。他說你身體的病就已經是鐵一般事實了，你就不能撕掉了，但你可以就說當他是你的孖生姊妹，只不過你的孖生姊妹是一個有病的姊妹。是的，即是說我身體痛的時候我是一個健康的姐姐，但我身體痛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病的妹妹，即是這樣去看的時候即是自己就會接納了。到我身體又不舒服，我去睡床，在那一刻我 就變了不是好像昔日那段時間就說唉我很辛苦要睡床，我就會用了另外一個心態就說、啊、真的好了，又讓我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以前真的叫他出街，他可能說啊，怕自己捱不得耐，坐不到車程，他寧願選擇不出去，但現在可能遠遠的他都會去。每一次去見那個心理醫生的時候，我都會帶一幅畫給他。他說你初期因為身體真的最差的那段期間，他說你其實整個人都很灰的，他所以你畫的畫不是黑就白。你看現在這些，他說幾 color，佢係好靚，其實係嘅。我都相信一樣嘢，就係因為我身體嘅狀況真係健康咗啦嚇。咁你個人健康咗，你自然個人都會喜樂咗。你喜樂咗，你睇嘅嘢咧，就會有色彩。畫畫唔單止陶冶性情，仲幫助梁兄對抗腰痛。2006年，佢接受長者中心嘅邀請，開始教長者畫國畫。我是教工筆畫啦，咁我啲長者啲咧，大多數最年輕都70多歲。長者話俾我聽咧，佢點咧？佢話我朝朝去飲茶，人哋睇報紙，我就咁話啊，我真係覺得哇，一個失聰嘅長者，仲係一個伯伯，即係佢可以咁即係咁自學，我好欣賞。有一次咧，見到老師咧，真係。即係好痛咁樣，食咗粒止痛藥，都繼續教我哋。為咗回報翻俾老師咧，當然係即係俾心機學，得到個成績，等老師開心啲。由初初咧，連張紙叫做咩名啊，咩都唔識嘅，至到而家咧都叫做畫到張畫出嚟。冇諗過咧，就話啊，因為身體嘅問題，以至到我學畫畫，以至到咧啊，原來神又去使用我另一個途徑嚟到繼續嘅嚟到去服侍長者。當中亦都有啲長者唔係信耶穌嘅，咁我都可以透過有陣時畫畫話啊嗱，呢啲花好靚其實上帝可以創造好多嘢，即係我可以不經意底下，亦都可以諗到一啲福音。梁兄精于工笔花卉，多年嚟有过百学生。2007年，佢首次喺文化中心开联合画展。有一晚咧，有个女士咧就入嚟睇，佢系西班牙人咁。咁啊，当佢翻翻去西班牙嘅时候咧，咁佢email过嚟就邀请我过去玩。不如咧问下佢有冇啲地方可以免费展览嘅。咁佢就同我申請咁樣，咁佢第二次即係佢一封 email 俾我嘅時候咧，就已經連日期都俾埋我。我就帶咗60多幅畫過去，啲人嚟睇畫展嘅時候咧，啲人係好欣賞咯嚇。咁但係我出乎意料咧，就話佢哋反而最中意睇嘅咧就係水墨嗰啲竹樹啊。我都冇諗過有人會去買我個畫，因為我都唔係一個出名嘅人。
咁竟然喺嗰度咧，我竟然間可以賣咗九幅畫，其實係真係超出我所求所想，因為我諗都冇諗過自己離開香港去到第二度開畫展。畫畫九年，梁興已經達成咗好多畫家嘅夢想，出畫集、開畫展。雖然到今日腰痛依然持續，但佢欣然面對。而家咧就我身體狀況已經好咗七成噶啦，坐到半個鐘頭以上，瞓半個鐘啊，俾自己好似回翻氣啊，咁我又可以繼續做嘢。回望翻我嘅生命每一個階段咧，即係都有唔同嘅顏色喺裏邊咯嚇。咁去到今時今日喺我生命個整個過程嘅裏邊咧，我覺得係成條彩虹出咗嚟。喺身體上唔舒服嗰個過程裏邊咧，其實我學到個功課就話，我多咗去明白人哋嗰個需要。即係因為我自己未經歷過嘅時候咧，你未必百分之一百咧去明白一啲長者話腰骨痛嗰種痛係點樣痛法。咁因為咁嘅緣故，我又身體又開始又好轉，神又俾我學畫畫，喺呢個過程裏邊，而家又去教畫，又去服侍翻一班長者。咁我自己就覺得真係好似聖經所講話，即係你喺母胎裏邊，神就已經去揀選咗你，已經有神嘅計劃喺當中。嗱，睇完梁興嘅故事，希望你都會睇到人生真係充滿住無限嘅可能。雖然你未必認識佢，但只要欣賞過佢嘅國畫，或者你都會以為佢至少已經浸淫喺當中，又點會估到原來佢因為有怪病在身，無奈退休嘅時候先開始接觸國畫。係啊，嗱，由車衣女工到傳道人，由怪病纏身到學畫、教畫、開畫展，呢一切嘅經歷當中有苦有樂。不過梁興好清楚知道，佢細個就已經相信嘅耶穌，任何時候都喺佢身邊噶。而陪佢走過嘅係卧病在床嘅灰暗，亦都帶佢走到陽光燦爛嘅日子。如果唔係有咗呢個纏繞住佢嘅怪病，梁興未必會辭工，亦都未必有閒情去學畫，更加未必會成為一位畫家。聖經話：神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。中國人會話：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我哋視為唔如意嘅事，好多時可能有佢正面嘅作用。當我哋願意交託俾耶穌，咒詛都會變成祝福。嗱，你同我而家咧都可能面對住困境嘅，令我哋承受緊痛苦。咁但係只要你願意，好似梁興咁交託俾耶穌，隨時會帶嚟轉變嘅。嗱，如果你願意，我邀請你而家安靜落嚟，跟我咁同耶穌傾幾句啊！親愛嘅耶穌，我面前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我自己跨不过，但我相信你能够带领我跨过，有转变。我现在打开我的心，请你进入来做我生命的救主，给我有勇气去面对，有勇气去跨过，也给我有生命里面的平安和喜乐。多谢你爱我，主耶稣。透过一位神，靠住一支笔，梁興可以為自己的人生添上無限色彩。如果你在生活上、信仰上有任何疑難，想找人傾訴和解答，我都歡迎你即刻打來 CBN 熱線，號碼是3188-3803，我們很樂意聆聽和幫助你。如果你剛才都有真心跟耶穌傾偈的話，耶穌已經住在你心裡面了，希望你打來跟我們分享這個好消息。我們會為你送上梁興的國畫作品集，收錄了他多年來精彩的畫作，希望你都可以透过他的画看到人生和信仰的精彩。只要你愿意呼求耶稣，耶稣是一位愿意听祷告的神，你可以将你的祷告需要和我们分享，我们很想为你一起同心向耶稣祷告。你可以打电话或者用手机短信和我们联络，本地的朋友可以打65265508，至于中国内地的朋友，号码就是13143895508。在节目结束前，想约你在接下来的3月19日星期五晚上8点来香港太空馆免费欣赏一套由 CBN 拍摄的纪录片《小城大爱》，介绍我们一位童工在过去两年离开了香港，深入到贵州山区扶贫的经历，带出了五个燃亮生命的故事。欢迎你去到慈福行动的网页了解详情。提提你，今晚深夜1:07还有星火飞腾的重播时段。
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星火飞腾，望向天。